来西安的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干饭啦，干饭干饭，我们来吃这个了。蒸馍，就是花卷了。粉汤羊血，然后同时的话可以关注我的 vlog。对，蛋糕没有。我要一份表表面，我一直看人家吃播吃，我没吃过。我要一份面，要一份凉粉，捞凉粉感觉也不错，是酸的那种是吧？嗯，对。我就是说心心念念想吃那个泡馍，泡馍在这里的不一定特别好。蜂蜜粽子，对，我也想吃，找地方先把东西放好。我们幼苗要了肉夹馍，还有什么新鲜的吗？你没吃过？要两，我要一个，你要一个，两个，两个。这看着好好吃，要了在这吃吧。OK。我就想问一下，怎么全是主食啊？有没有点别的？凉皮，你刚吃啥？我说肉夹馍配凉皮非常绝。刚点的那个好吃不？他那凉粉是油泼菠菜的，要不要？什么区别啊？这是菠菜，加了点菠菜汁。这要都是凉皮，刚加了点菠菜，要啊？加原味的吧。好。而且也不要这个菠菜。哎呀，行，一点一点一点吧，一点。啊，菠菜的，对，可以了，够了够了。去拿我的面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叫表面。呀呀呀呀呀！这是我的面，这是别的面。说差距有点大，佳恩还点了个醪糟，你看他风尘仆仆的过来。哇哦，来了来了，今天是全主食局。哦不，这是啥呀？冰醪糟，牛奶醪糟。啊，我们刚才这个蜂蜜粽子。对，我们齐活了吗？现在还有一个，我去拿。还有一个，还有，很难想象这四个女的就要吃的东西。我经常看那种美食博主吃。加油，你要一口把这个面吃完，一口一根面。醪糟就是酒酿嘛，吃饱喝足开工啦。拍摄当天是曾国的生日。跟昨天直播一样，许一个公开的。许一个公开的，希望在座的各位都可以赚大钱。谢谢。哇。谢谢。
好行了。是什么？冻鳕鱼。已经放不下了，放不下了，不然太了吧？你声音真的很大。啊，已经一小杯了。怎么样？我还以为还有很多。你要不要尝尝？冰冰凉凉的。上次被张思挑的那个酒不好喝，是不是很甜？喝喝吧。饭后一只死茧。我压那种，来来来来来。那我得脱。你先。哎呀。喂，好有吃法哎。吃到了。嗯。干什么？下在线中间，哎呀，真有你的，嗯。作弊，踢出棋局。哎，这个人不想棋局。哥哥，哇哦。这个塔，大雁塔。可以干饭了吗？可以。先吃啥？不一样。饿死我了。那咱们要几份？要几份？我们要一串分着吃吧。好，要一串。还有什么吗？我想要那个小的。那你们要吃什么？我差不多了。可乐那个小的。然后还可以再吃小的。嗯嗯。可以了，妮子。那就这样吧。嗯，固的，哦，很好。嗯，这冰的。有杯冰。自己去拍个照。来来来，嗯，好，嗯，怎么样？好吃，可是很冰哦，很甜，很解渴。看我们在第一家店，第一家店门口吃了十分钟，两个桂花的吧？嗯嗯，两个桂花啊，因为它好小一块，稍晚。他们三个边走边逛太慢了，我们要冲着小酥肉去了。Go 这边，小心台阶。小酥鸟啊，我的味儿了，你们。有努力，好像没有。你们两个好搞笑啊！太逗了吧？我们的 MV 已经上线了，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哦。